几个，这边还有六七个空位，请大家努力的提案。爸爸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说，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出声开跑。那所以决定第一讲出声音到底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没有人要给你钱。那我们是每个专案会补助30到50万新台币，然后从今天开始7月1号，然后7月12号线上提案截止，然后这个是网址，那待会你们都可以在刚刚那个 Half Order 找到这个简报。那 Dream B 就是我们要开源，用科技来做公民社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征求的主题分了6个：新媒体应用、公共服务、社会参与、开放资料、开放政府、社会性建设。基本上你能拿来 Dream B 提的东西都在这个范围 cover 的范围内。那申请条件是你只要是公民，你有台湾身份证，是租或是住在台湾，然后是打造新的科技工具，然后你的成果必须要 open source 开源，然后是6个月一起。那我们除了会提供钱之外，我们会有社群回馈，Dream B 都是你的 backup， 然后我们有技术顾问，甚至会帮你做媒体曝光。那讲出今天的时程大概是这样，但大家只要记得7月16号，重点是你7月10号提案完之后，到7月29号就可以改。比如说今天就有人路过说，哎，你这个写的不好，你可以这样这样改进。我们给你13天的时间，让你可以根据这些网络上的意见做修改，才会真正的去评分。那这是我们的执行团队，就是秋风团，也是主要办2个月1次骇客松的团队。那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感谢台湾大哥大预警工程、蔡永律师、天气风险管理开发还有 Open Fine 赞助我的。那一样，不要问为什么没人做这个，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。那30万到50万，我们希望可以支持。虽然 DI 这边装很多都是免费开发，但我们希望给你们更多的资源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发半年，然后做出更大的东西。那待会下午2点的时候，在这边上一期的7届得奖团队会有其中报告，也欢迎大家来听，然后给他们意见。那如果你想要申请却不知道怎么办，或者有很多问题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会穿这个，对，是这个坑组，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这样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没办法示范。时间到了，但是待会时间到，大家就会知道时间到了 ，OK。